青君，你现在在做什么？请你给我机会，你愿意跟我结婚吗？天哪，天哪！会长，拜托您帮帮我！美小姐，你不能这样，您不选我，选李盈盈，我一定会让你后悔，会长。李盈盈抢走我唯一的希望，我真的非常怨恨她。老婆，阿梅好奇怪。阿梅，女儿，请帮帮我们，我女儿晕倒。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到8点，一笔喜善又美，我的眼里只有你。